很多女人都被黑人骗了，不要信。是你们黑人是不是你之前做的事太下头了，他们才会说你。你听不懂吗？我说他们不喜欢黑人，他们不喜欢黑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What's my name? My name is husband. 你可以说我的名字吗？我的英文名字 husband。那你怎么会说中文啊？Because I'm in China, because I'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, that's why I can speak Chinese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Hello，你好呀，哈喽，我很好，您呢？你好呀。你好呀，你会说中文吗？你哪里的？Hello，你是谁呀？靠！你是谁？退出去，退出去！快跑，快跑！什么意思？什么快跑？你的音乐太小了，你说快跑快跑，你要跑吗？不是，是你直播间的人跑来我这说的。好，你跑快不快？你哪里的？我，你姓李的。他是骗你一个外国人，你怎么连上我的？是你联系我了，好吗？你连我的，你邀我的，我随便挑三个人邀我，然后我随便挑一个，挑到了你。是不是有缘分？那你的脸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不是。拍的特效啊，欢迎色胚。你刚才很漂亮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我开了一个特效，你也可以开呀，开那个脏脏脸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魔术人。我还以为是你做的魔术。不是，笑死我了！你在哪里？我在浙江。浙江，嗯，这么巧，浙江哪里？浙江杭州。这么巧啊，我也在浙江杭州。我看你 IP 地址，你不是在湖北吗？我昨天去了杭州，所以那个 IP，我的 IP 还没有改呢。哦，你好猥琐，笑起来，我操！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大笑笑。你笑起来好猥琐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美美。哦，梅梅。嗯，笨蛋梅梅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你看起来你不是很笨，你不笨，你为什么叫自己笨蛋？因为这是我取的名字，让你讲一句英文给我听，可以吗？可以，What's your name？你再讲，你连起来讲这种行不行？What's your name？然后呢，就这一句吗？你只会讲这一句吗？Can you speak English？你叫什么名字？What's my name？My name is husband。你可以说我的名字吗？我的英文名字 husband。听不懂一点，听不懂思密达。没关系，我教你。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说 husband。你说嘛，husband，那是我的英文名字，我还有中文名字，你中文名字叫什么？我永远爱你，你好猥琐！你要骂我吗？那是我的名字，好听不？不好听。不好听。你为什么会来中国啊？为什么来中国？我来中国，因为你在中国，所以我才来。如果你不，滚！如果真的，如果你不在中国的话，那我不会来的。你看你现在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你现在在哪里？你现在在浙江，我也在浙江。你知道为啥呀？然后呢？你知道为啥呀？我在浙江，杭然后州。呢？
是因为我在你心里，所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你直播间多少个人？40。40个人，怎么比我直播间的人还多？很多女人都被黑人骗了，不要信。你们黑人好猥琐啊！我靠，你能不能用英文跟我交流？I love you。滚！怎么啦？你不是说我用英文跟你交流吗？你是非洲的吗？对，我是非洲的。啊哎呀妈呀，笑死我了！，I'm from Africa。那你怎么会说中文啊？Because I'm in China, because I'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, that's why I can speak Chinese,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你不是说我用英文跟你交流吗？等一下，你同意一个这个，你同意一个这个，快点，我去邀一个人上来。你同意呀？好，我丢死你哒！妹子，你这样只会让黑人得寸进尺。我又没干嘛，是不是？正常聊天干嘛？Hello，Hello。你好呀，Hello，我很好，您呢？你好呀。你好呀，你会说中文吗？他会说的不就中文吗？我不会说中国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很棒，说的。你们，我直播间好多人黑他们了，不，怎么了？你不要理他们，我们自己做好自己就行。你不要理黑粉，他们是黑粉，他们不喜欢黑人，你就知道。他们这种人不喜欢黑人，所以你不要看他们评论，因为他们会骂你，因为你在和我聊天。如果你介意的话，那就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不要管这些人，你知道吗？说的好牛顺呀！没有啊，你可以教我中文吗？哎呀，你说的这么棒，还用教吗？你不教我中文吗？你都说的这么棒了，不用教。还需要更多。来中国多久了？你先说你来中国多久了？3年多。你来这里干嘛？一开始？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来这里教你，来这里干嘛？因为你在中国才来的。滚！我是在这边工作。你在这边工作啊？那你这么晚还不睡？对，一样的，因为在想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在想什么？风呀，风呀！你这个名字是叫什么名字？峰峰，你跟他互关一下，是？你给他互关吗？你跟他互关吧，我怕被黑。等一下，这一大堆人在我直播间黑我，我靠，在我直播间说我，我的妈呀！什么意什思？么呀？你别人说你就管吗？你不要你，哎呦！是不是你今天做的事太下头了，他们才会说你？你听不懂吗？我说他们不喜欢黑人，他们不喜欢黑人，这哦，听懂个人，了。所以你去看一下，你去看一下作品，你去快手搜一下，黑人和中国女孩子，你看黑人和中国女孩子拍照或者他们是情侣，他们你看评论，他都是骂人的。大哥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中国人都是很爱好这种和平的，不会黑水和黑那水，我这边就我是有们人都在，是和平他们的。就有人在说我呀，峰峰。有的，你不知道，因为你是好人，因为我考了吗？你没有没有考。考啊。哇，你又变漂亮了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因为难我道我带考特了效，吗？我带了特效，你也可以去带特效的。不是，妹妹，你叫他带一个那个淬火。哦，你带一下那个如花的特效可以吗？什么特效？就是你点那个特效，然后带那个如花的特效，如花搜一下。我不会啊。就是点这个樱花，然后点魔法，点搜索，搜索那个如花，搜如花。现在还我不吗？想带有人用我我不想带特效，我以前带过特效，然后管不了。不想看你带特效，你带一下嘛。在哪里待着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第一天开播。最好是第一天开播啊！我看你都跟别的女主播打个 PK，看你这作品。那是以前，很久以前，我现在好久没开播了，所以我忘了很多东西。为什么有人在我直播间骂我？很多人骂，别管他，看不见。你直播间有人骂你吗？
对，他他们们骂，说的我都听不懂。直接骂我，我靠！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，他们骂我，但是我不理他们，所以你也不要理他们，我不理他们，他们就很累，他们就走了。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要文明。不是我干嘛了？我连人家打个屁，怎么了？打。